联合社，庆祝九皇大帝圣诞后联欢晚宴，由立新娱乐制作特别呈现联合社综艺晚会2018节目正式开始。在场朋友来个掌声欢迎全场伴奏威乐斯大乐队。小婷为您带来这首《疯狂雨又大》，掌声欢迎，谢谢。Thank you.
谢我们在场朋友，掌声，谢谢啊！开场第一位歌手呢，最怕是什么？最怕没有掌声。不过不错了，很好了啊！而且看到那边的朋友很多都给掌声的啊，还不会夹物件，好做同步 exercise 好诶。啊，但吃物件较顺一点，安尼款哦。所以感谢我们在场的朋友，当然掌声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呢，我更需要的就是更多的掌声来炒起热闹，好不好？来，我们一二三，掌声鼓励鼓励。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带来一首呢比较经典的怀旧歌曲，那疯狂旅游大师，我们在场的朋友，那也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你们的鼓励。然后想呢，今天晚上的节目非常非常精彩，所以呢也不要耽搁时间。那第二首歌曲就为你安排说 Hokkien 瓜，因为福建歌曲在新加坡呢这个歌台上呢是免不了的，所以呢带来这首呢应该大家也蛮熟悉的首《派得出和顺》，送给我们在场的朋友，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首福建歌《派得出头》，所以感谢你的啪啪声，哇！我们在场的们非常热情啊！一开场呢，那歌星最怕就是唱第一跟最后一个，为什么呢？第一个怕没有反应，最后一个怕没有人。所以你们在场的朋友非常热情，今天晚上真的非常高兴啊！感谢大家你们的鼓励，那使得我们的这个气氛热闹之余呢，台上也会比较精神起来，这样哈。好的，我想呢安排了这个 Hokkien 歌，那经典歌曲唱了，这个福建歌也唱了，以下时间带来这首歌，虽然不是新歌，不过呢在好多年前呢曾经轰动一时的这个刘德华的歌曲，那我是以 Techno 版本为您唱出一首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我们以快版本为您唱出，谢谢，感谢您的掌声。传说，感谢大家的掌声。那我想呢，以下时间呢，更加要需要我们在场的朋友呢，多一点鼓励的掌声，因为他们呢，将会出场的，成为我们今天晚上的全场试音，有三位这么多。来，我们有我们的浩浩，还有宝贝姐妹为您主持，谢谢。现场朋友，我们来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听一下好吗？上好，非常欢迎今天晚上今天所有的嘉宾朋友，所有的贵宾朋友，今天大驾光临。
临，是我们凤山宫属下联合社庆祝我们九皇大帝圣诞过后联欢晚宴。是的，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宝贝姐妹来到现场，跟我们的浩浩一起搭档，是我们非常棒的机会。是的，非常的感谢了我们的凤山宫属下联合社。哇，每一年啊，我记得我来到现场的主持啊，都是呢单枪匹马，是吗？今天晚上非常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啊，让浩浩哇可以呢这个左拥右抱一下哈，是请到了我们的新加坡著名的两位姐妹花啦，也得过我们的最佳服装奖、最佳姐妹花奖的得主哈，所以今天晚上呢一起来担任我们全场主持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场的朋友、闺蜜朋友也给我们的新同学宝贝姐妹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欢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的荣幸可以收到这个掌声，对，因为唱歌20年了。什么？今年真的是宝贝姐妹第一年哦，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在凤山宫这里担任这个节目主持，来学习更多东西，来看更多有福气好福气的朋友。是的，那今天晚上呢，由我们的立新娱乐制作呢为您呈现呢晚上所有的娱乐节目啊。是哇，大家都知道我们新加坡哦九皇大帝哈的这个庆典活动，可以说是呢全新加坡哦这几个礼拜都热烈的在展开。真的真的，而且我觉得呢，在这个盛点上哦，最棒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什么？大家都好像有瘦一点。哎呦，怎么瘦呀？因为大家其实，在忙忙碌碌当人呢，大家也是为了这个尊敬我们的这个九皇大帝，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吃素嘛，对不对？是是是。所以我是觉得，这样诚心在拜拜的大家哈，一定会平安大发财。对哦，所以我们的九皇大帝圣诞过后呢，就是我们一连串的呢。帮所有的这个贵宾朋友、所有来宾朋友、所有理事朋友，大家呢可以吃你们平安晚宴最重要的日子。对，所以今天晚上在座的嘉宾朋友们，尽量的享受今天晚上大家的晚餐，当然还有呢所有的台上的所有的娱乐节目。是的，那今天晚上的节目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哇哦，每一位呢都是呢现在在歌台界呢非常非常著名啊。然后呢，歌音乐功力呢非常非常好啊！对啊，要来到我们的凤山宫，我跟你讲哦，没有几两功夫哈，你不用休想能够上这个舞台上。就像宝贝姐妹啊，今天晚上来做主持，是我们的非常大的荣幸。我们需要20年才可以来，修炼20年才可以来。阿莲莲艺术喜功，没有三两三不能上两。对对对，我刚刚就要讲这座山呐，我讲来讲去讲不出来。哎呦，老公哦，这个10年修成。共枕眠啊，百能修成共程度啊。你笑啊，这不是说红包的吗？大家有缘在一起就是一样啊，对不对？什么在一起一样啊？那红包是两个人对睡啊，今天这样睡那样哦。今天是红包没修成，还有全部大家都到顶的，对不对？搞不好下一辈子还是上一世，我们也是红包的，对不对？真的，可能是我们都有机会有认识的，前一世都有缘分的朋友。是啊，今天才会聚在一起哈。好啦，今天晚上呢，就我们的三位呢来担任我们的串场主持的工作。是。来，希望呢，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节目，大家都会喜欢啊。穿着有限之下，希望大家会度过非常愉快的晚间时刻。是，依照惯例，我们来介绍呢幕前幕后所有的工作同仁。首先，我来介绍我们今天晚上担任我们全场伴奏的这一个大乐队。这个乐队呢，哇，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哇，这乐队老师你不该好好该介绍哈。但我有唱歌啊，你就知道。安怎？数一数二，因为老师哪好啊，咱就要改学了，改破起来。有一句话来形容他们是最好的，哪一句？新加坡全世界啦哈，他们讲第二，没有人敢讲第一的。哎呦，乐队老师很厉害，在我们的海内外很多的这个歌唱比赛，来到新加坡海选当中呢，指定的大乐队，也是我们电视台呢选秀节目啊的，一定要有他们伴奏的，一定要聘请他们的。热烈掌声来欢迎威勒斯大乐队。好不好就看你的掌声好不好。你干嘛？要晕啦，老师打得好到你想晕啦，简直是演唱会。干嘛？台下光听得这么热烈，我们台上光听的那个乐队，整个哇，太享受，融入在其中啊！真的真的真的，他们简直是我的偶像啊！今天晚上呢，担任舞台灯光音响美术设计呢，你看高规格，用我们的演唱会的方式来呈现呢今天晚上的节目啊！而且最重要呢，我们的左右两旁呢，还有非常大片的这个LED 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就是平面，让大家可以去是
让大家呢，在每一个角落呢，在旁边的朋友呢，也不会啊看不到我们的节目啊。是的，所以今天我化妆呢，就是因为这一班灯光音响舞台设计老师，我的妆化了2个钟头多。哎呦，哎呦，我没看那看，我变了老料。来，一热烈掌声来欢迎专业舞台灯光音响，谢谢老师。现在呢，科技型的国家，科技型的世界，智慧型的世界的国家已经开始了，就要用到有智慧的节目主持人。是啊，除了我们有智慧之外呢，我们要用到了智慧型的手机。手机，智慧型的手机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要直播了所以呢，在各个世界各个角落呢，其实呢，在这个时间也看得到呢，我们凤山公署下联合社呢，今天晚上的现场直播 live 节目、啊。那如果今天大家觉得说呢，想要跟我们更近距离，还是想要可能是要点歌啦，还是给一些评语的话，大家不妨可以拿您的这个手机起来哦。我们现在有现场的直播，是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大哥大姐哈，大家呢现在也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哈，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立新娱乐制作的网站啊，是你们就可以帮我们呢分享一下，给我们按一下赞，让你们呢所有的亲戚朋友，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的节目。最重要哈、啊，搞不好今天我们有非常专业的团队哈。我们的这个摄影的团队来到现场，搞不好大家都会上镜哦，世界各地都看到所有朋友的这个非常棒的脸孔。对，而且呢，最重要就是把我们凤山宫这么棒的歌台呢宣传出去、宣扬出去，让大家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歌台有多棒。是的，所以呢，也请我们的网上的朋友也跟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评语哈、哦。啊，网上的啊，那早上的很多好、哦、晚上哦，网上网上上网的网啊啊、哦，所以呢，跟我们 share 一下，或者是呢，大家也可以让你的朋友呢知道说，我们新加坡就有这种特有的歌台文化，让大家一起来欣赏哈、哦。好，那刚刚呢，由我们的这个林小婷为大家带来一连串呢、精彩的歌曲之后，节目继续，第二位要出场的歌手，哇，第二位厉害，代表着新加坡后起之秀的这个荣衔哈、是，来我们的这个杜恩惠为您带来这首《你是我的好姊妹》，我们来掌声欢迎杜恩惠，谢。
掌声，谢谢舞蹈员漂亮的姐姐们，谢谢。大家晚上好，我是杜恩惠，那很荣幸呢，也很开心呢，能在这里为大家唱歌。好，那我在这里呢，要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意，心想都事成。好，那唱完了第一首歌曲呢，那大家安排的第二首歌曲呢，是一首来自江蕙的一首歌曲，这首《胸心九点》，献给大家，献给大家。掌声，谢谢。哇，那看到在场的很多人呢，哇，有安弟们坐在这边，然后也有安干弟啊、高曼们在那边喝喜酒。好，那我也是很开心呢，能够在这里为大家唱歌，也要谢谢我们的台哲理事给我这个机会呢，在这里为大家献唱。好，那唱完了一首《胸心九点》呢，那为大家安排一种不一样的，来带来这一首华语歌曲《神奇的马》，请大家。
介绍他天才小童星呢，小童星还记得几年前还在介绍天才小童星，现在已经女大十八变了，还没到十八，但现在是老童星了啦。哎呦，你敢在两位姐姐面前讲你是老童星，两位姐姐怎么办？讲话好的人很好，讲我们是姐姐。哎，我最近不一样了，我虽然是他的姐姐，大他还蛮多，但是我最近有一个方式，我把自己倒扣十岁了。哎呦，保养呀！哎呀，不是保养，他毛嘎嘎起来该想看你看啊，你今年几岁？十六岁。你看我十八岁。对呀，我们姐妹十六岁和十八岁了。对呀，他毛真重要哎。哎呦，你这个你看到我们的恩惠，他剪了个头发。娃娃头有没有像中国娃娃啊？你看我们妹妹这个有没有？好像泰国阿瓜啊！就这样，上面和球球哥那块没有啦。我是娃娃，肥的娃娃，很可爱呀。没有啦，那是你姐姐讲的。十六岁，那是你姐姐讲的。基本上我们男生在看女生不会觉得这样，不会真的吗？对啊，你看十八岁对不对？十六岁对不对？你呢？我年年二十，二十岁对不对？你看你就知道，你看还没睡哈。哇，你人笑的无我机会呢，啊，我加这头毛吼是用了很多的这个勇气才剪下去的啦。是啦，人家说吼女生就是这样子，有的艺人就觉得大家吼很多的大姐吼，大家要注意一下。怎样？人家说女生你要看起来要小十岁，只要有留刘海就是会多小了十岁。对对，年轻嘛，对不对？可是我再想一下，男生呢？男生可以剪这样吗？男生不行啊，不行啊。男生用什么剪十岁呢？男生用什么剪十岁？用体力来剪十岁。啊，练得壮一点啊。用体力来证明一下。体力哦，是现场都看不到的。哦，你要到健身房的时候，我们才叫大家体力到哪里，对吧？对对对对对。来，今天呢非常非常的荣幸啊，请到我们的恩惠哈，那现场的朋友啊，大家呢也做了非常非常的这个感谢大家哈，热烈的掌声，对不对？是。那么在热烈的掌声之后呢，我们今天晚上的菜馆呢，这个时间也要我们上。菜了哈，是啊，人讲吼，哎，就讲诶，食饭皇帝大，食饭皇帝大，等一下恁有时间才甲阮拍碰，那头前无时间无要紧，恁大家尽量食。哇，我头一摆看过安尼做皇帝咧。Hello， 我有诶，让做刚下一到一位是，我还大姐叫我去食。哇，可以吗？你把手拍无？阿姐刚才是叫浩浩咧，不是叫你咧。大姐，你迄个位，他叫我好不好？哈，你叫伊跟你来做工啊？你讲伊坐遐，肯定伊用靠骨力工诶。无啦，他是说你们两个有在抿嘴，你们两个在就可以聊。我去楼下吃东西。太谁？我不是抿嘴，我是多嘴而已。好，那这个时间难讲吼，菜爱食好康，以后叫一个好年当啊。啊，桌面上的水跟酒爱啉不完，后摆咱的子孙才会做议员呐。哦，所以呢，大家呢尽量的吃，尽量的喝啦，不用客气喽。啊，阿兄，你去到吃不了，我都来了。我买我子孙做议员，对不对？好，这个时间也请大家呢尽量的享用我们今天晚上的美味佳肴。是的，感谢，也要谢谢我们的。恩惠，十六岁的恩惠好可爱，谢谢哇，真正吼，你看，真正吼，看不出哈，啊，真正哦，女生呢随便打扮一下这样子哦，嗯，画一点点的小口红就可以知道了哈，所以人家说，刚刚呢我们在后台看我们的现场的直播哈，是，也再次呢呼吁大家，我们现场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 Facebook Live 哈，对，最近很流行讲的一个词汇 ，Like and Share， 按赞然后分享 ，Like and Share。啊，你们帮我们分享很多，给我们按很多赞哦，而且刚刚你看随时随地我们的导播啊，会 take 大家的，有看到吗？是啊，不管你坐在每一个角落，哎呦，突然间歌星唱到一半，会看到您就出现我在我们的荧光幕上。是，而且今天晚上大家都盛装打扮都来到现场，我们现在把大家拍进荧幕里面，大家都非常漂亮。哎呀，所以所有的大姐，大家要注意一下哦，您随时会在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上哦出现啊，所以你吃一道菜之后就要补一下妆哦。啊，不补妆之前先骂嘴巴咧，我也整容都老老露来都唔知呀。我头先听人讲，讲完。
物件食完会骂嘴巴的，还是要安怎骂？啊，你嘴哦，不安怎样？你看到你食物件食到呢哦，你很嘴。哦，是吼。我骂嘴巴就是这样。擦啦。哦，擦嘴巴哈。不叫骂嘴巴。哦，擦嘴巴叫做骂嘴巴哈。我妈妈从小讲，哎呦，食饭了就爱骂嘴巴。哦。骂嘴巴。爱切嘴的意思。切嘴啦，对啊对啊。好，来，现在第一道的美味佳肴端上桌了，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我们台上的第三道菜。哇哦，这一道非常的丰富，因为呢它占据了几多颗哦。它有我们的师承的螺石峰之称，它跟那个甲斗里面第三道菜一样哦，小的，喂，这大哥级耶呢？啊，是我们的福建歌王之一啊！我们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孙强，为您带来这首《哈哈柳地花》，欢迎。哎，大家晚上好，小的。热情的掌声哦！第一首歌可是第一首歌，你都听到那个歌名哦，因为歌名也怪怪的，他有提帮我跟你解释一下里面的意思哦。啊，这条歌就是讲咱查甫哦，拄到一个查某啦，啊，无真心爱我啦，爱累啦，还跟咱人衰啦，他有提帮给帮死去啦。还有笑到安尼吼，来，今天真的，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吼，这个荣幸站在这个大舞台，你看，今天是我们的吼。哦，我们的凤山宫联合社哈，我要感谢所有在座的老板、陶给刘所有的理事了哈。哦，出奇出那里历史啊，那块哈，有机会站在我们的立新哦娱乐制作，我在这里恭祝大家哈，今日食了发财酒，大家哈平安大发财；今日饮了发财酒哈，大家哈发财哈发久久啦哈，发财发久久。哦，今天我真的。
真的有一点紧张哈，因为这个舞台真的，对啊，这样跟那个演唱会看了，这张票上，哎呦，好诶啊，哇，都给你加来加发财豆哈，发财酒哈。好，来节目的继续来，哇，今天又更加紧张了。第一次，我第一次唱歌唱了十多年，有四个台湾美女跟我伴舞，来送上一首我本身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茫茫到深机》，送给大家好朋友来。来点掌声给我们哦！来自台湾顶尖的舞蹈团的。四位漂亮的来自台湾的，哎呀，顶尖的舞蹈人真的不一样，你晒到了，够白白你顾，
好，谢谢谢谢四位美女哦，哎呀，为我伴舞拍鞋了哈。哇、哦，今天大家哇，这个家伙巴肚枵了啦哈，这个出冷哦冷盘啦，又看到人家们都无巴肚枵。好，节目的继续同样要安排一首也是福建歌，那来有听福建歌的朋友，肯定对这条歌不会陌生哦。这条歌是80年代红楼红所演唱的一首，让做人哦见面就三分情了。Hello， 那我是我好。啊，跟咱麦加咯 ，Hello， 就做朋友了，对不？是啊，你苏贞来无？无来哦。来送上一首《见面三分情》。想小的，小的迄句话不是我讲的，你当时看直播是阮大姐呀。你看到，最近我已经食这拜佛了，拜神无乱讲话。虽然我是淡薄想小的，你人不看两不淡薄输个食猪卡，这就是猪卡的话。歹势，我靠，我靠散了。这是老辈猪卡。哎，不要呛了，顺强大哥。我们怎样都叫你一声大哥嘛。大哥，对了，叫我大哥，然后就叫我小的，这个叫做尊重吗？尊重。因为修都是每个人都很喜欢的。阿妹嘞，你天天笑我肥，阿伯你过第三拜肥，我更加肥了。哎，莫咯，神明的面前不可能吵我。阮大姐莫阁嫁咯，我红包包两拜咯，包两拜，卖咯，卖小孩咯。无啦，第二拜无请人嘛。有啊，
伊安怎无请嘛，请着我。哦，对对。我青青菜菜，今天我也是盛装打扮来支持那个跟你聊天，对不对？对对。对我有尊重。不是聊天，是访问。访问啊，访问。我无什么时间跟你聊天。妈，你讲那孙强，那孙强大哥的歌曲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是。听个人会记得，哇，两旁安尼跟你叔叔聊了对吧？哇，这证明你的歌好听。证明讲无听真的真唔惊。不是，就是听了好听，人吞了胃口啊，啊吞了紧，个些歪头来看你，看更明显了。真的啊，真的啦。真的。听哎，唱到会听啊，未听掌声鼓励会使无？会啦。感谢感谢。哇，你人拢掌声如雷嘞，拢好人。啊，你是真的是好听，还是你有影是好人？应收的啊，快点猜。来啦，真的很棒哦，孙强大哥。那今天唱的这三首歌，其实我有感觉到你的那个气势又回来了。歌唱比赛歌王的这个冠中冠的这个气势。对，不敢了，不敢了。而且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有很多人称赞你嘞。有嘛？说你唱歌很厉害，真的哦，很好听。哎呦，应该是你老母是哦。不是啦，伊人讲天是公平的，什么意思啊？给我解释清楚。天是公平的，哪个公平？人若生了音调哦，唱歌就无安尼好听；生了较普通，唱歌就真好听咯。安尼 OK。啊，赞成会使来，但要拍破声无？安尼 OK， 我接受。哇，阿公你头一日拍破，讲伊生了差不多呢。差不多呢，对啦，普通。这无讲歹看，就袂接受。袂啦，阿你袂歹听，你莫来歹看，你袂。太狂啊！你现在我演到位，真的，各花入各眼，好像我们孙强大哥这样奶狂哎，各花入各眼，对对对对。奇怪，头先我搭档明明是一个演到位，那边啊忽然跟我这大哭一样呢。没关系哦，我演到位，跟搭档出来了，我还落去了。我演啊。你真挂时间咩？无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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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们来再次谢谢我们新加坡的这位福建公王，谢谢我们的孙强大哥。来，谢谢，把节目交给我们的宝贝啊，又出来了。哎呦，演导演你来了，回来了。你刚话位，感觉无相像对不对？哎呀。好，那我们的舞台上的余兴节目呢，也要暂停一下下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了我们今天晚上呢。凤山跟我们联合社的这个敬酒的仪式大会的仪式，那这个时间也要以请大家呢响起我们热烈的掌声鼓励，欢迎我们的凤山跟所有的理事，也欢迎他们到我们台上来，掌声鼓励欢迎，来欢迎我们的理事会。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凤山跟联合社所有的理事们，非常感谢他们辛苦劳力。哇！为神明的这个付出，让大家有更多的地方去朝拜，在我们的九王大帝的这个圣诞当儿的非常棒的这个出钱的出力啊！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那非常非常的荣幸呢，浩浩呢，在我们每一年呢，在我们的凤山宫联合社呢，担任我们主持的工作。那么这个时间呢，也是会担任呢我们代表我们所有的理事们的致辞。那在这个时间呢，就要借用大家一点点小小的时间，那来听浩浩呢，由我们的这个理事所要传达的他们的所有的心意，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朋友、所有来宾朋友啊，要谢谢大家，答谢大家，好，谢谢。那今天晚上呢，是我们凤山宫附属联合社。庆祝九皇大帝圣诞后之联欢晚宴，那在此呢，请代表联合社全体理事们感谢各位抽空出席今晚的宴会，那你们的光临呢，就是支持我们，使我们的联合社呢增光不少，那多年以来你们的支持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帮助，那在此呢，我们请代表联合社全体理事向大家致万二分之谢意，往后呢，我们将继续为凤山宫及各位效劳与服务。那今天晚上呢，也是我们联合社成立50周年庆，哇！掌声鼓励鼓励！哇，50周年呢，得来不易耶！
是，那么也感谢呢我们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帮助。联合社呢是由我们的林阿巴啊，林阿巴啊，林雅林阿巴，对对对对，林雅巴先生，李军们林宝志先生而发起成立起来的。成立初期呢，两位呢发起人呢非常非常的辛苦呢，劳心劳力呢，然后呢很一直奔波呢，那不受呢所有的阻碍。那呢但是呢他们心中呢诚信相信呢我们的九皇大帝的保佑，尽心尽力的成立了今天的联合社。那在此呢要感谢呢我们林阿巴先生以及呢我们林宝志先生，你们辛苦了，掌声鼓励鼓励给两位。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要呢请到呢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大会贵宾啊，那我们50周年，所以呢一定要有少不了我们50周年的这个生日蛋糕。哇，我有看到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特别特别哇定制呢这个大蛋糕呢要来庆祝呢我们的凤山宫联合社呢50周年的成立。来，哇哇，非常精美的这个蛋糕哦。是的，是。那在这个时间呢除了我们所有凤山宫我们联合社的理事之外呢，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3位大会的贵宾，也要莅临呢上台呢跟我们一起来同欢共乐。要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大会贵宾，永诺市基层组织顾问蔡荣良先生上台。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我们的凤山宫会务顾问唐嘉玲先生 BBM。 接下来欢迎是我们的凤山宫理事会主席林桂廷先生 BBM 上台，以及我们的3位的代表、社团代表、赞助人、贵宾全体的支持，非常感谢你们。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我们要先来进行我们的大合照的仪式。非常非常的辛苦哦，50年呢，50年走来真的是不容易，当然也是呢因为大家团结一心的这个力量哦，我们呢才可以迈到这个第50周年。那希望陆陆续续呢我们大家可以再迈进更多更多的年，团结就是力量，是，将来会有更多更多的50年。对，而且刚刚跟大家报告我们2位发起人呢非常非常的劳心劳力，是，那你看50年呢他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不管去碰壁也好啦，阻碍也好，或者是有些请大家来支持，有的人没有办法支持或者是不想支持，但是这50年哦他们这样子哦苦口婆心啊。是，那最重要有时候是家人很体谅，我就觉得这样呢就可以经营的非常棒的这个联合社。是，来我们看一下前面，我们来拍照。好，我们理事看一下前面哈，有拍到吗？大家有拍到吗？你是往前面看，然后再笑一下。大家爱吹胖哦。好，我们所有的理事朋友，我们好不好？因为50年，我们来比个舞好不好？我们来拍一个照片， yeah. 这样子好好看。来来，我们五步临门舞，看前面，1、2、3，笑笑。耶、yeah, ，50周年。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就要来唱我们的生日歌，要来祝福我们凤山宫联合社50周年，请。是的。现在马上把我们蜡烛给点上啦！好，我们台下的朋友哈，大家要麻烦大家一下，就是呢，请你们举起你们可爱的双手，可以跟我们一起高唱生日歌吗？是，来祝福我们联合社，更要祝福呢，就是我们九皇大帝，好吗？好的，谢谢大家。来，蜡烛点上了50周年的生日，我们现在呢，大家一起来唱出这首歌曲。朋友，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支持，一起来帮忙哦！哦，来，最后这一句，请大家一起来唱出1、2、3。祝你生日快乐！耶、yeah, ！
要吹蜡烛，对不对？是是是哈。好，那祝福呢，我们的这个联合社呢友谊长存，然后呢，我们这个联合社呢能够团结一心的迈向更多更多的这个每一年哈。是。后来一二三，本落去，吹。龙派姐，来。大家一起吹，我们由大会贵宾来率领我们吧，谢谢，谢谢。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的敬酒的仪式。好，啊，我们的这个刀子有拿来切一下吗？有哈，有有。来，我们接下来呢最重要的这一刻，哇！来，请再看，要切蛋糕之前，我们再看一下前面哈，来。看一个头前哦，到底来 ？One, two, three， 生日快乐，联合社五十周年庆哈，非常棒棒。那在这个时间，我们就要请我们的理事哈，大家又再来站在一排哈。我们来进行我们敬酒的仪式。来，对，那这时候呢，就是呢，可以说呢，在大家忙碌的这几个月里头呢，今天呢，也可以算是一个庆功宴啊。那来到现场的所有的朋友，包括舞台上的每个位理事会呢，都非常非常精心，非常的诚心在朝拜我们的这酒王大帝。那今天呢，我们呢，不单单是庆祝这个五十周年嘛，也是一个欢庆的这个晚宴。是，所以敬酒少不了。最重要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支持，我们所有的商家宝号呢，大家。好，来，还有这边还有哈，我们尽量站一排。你家是别丢对哦，因为大家已经可以说忙忙碌碌了哈一阵子。好，来站一排哈。那请我们的现场的朋友，把你的水杯、你们的酒杯，这个时候也要倒满一下哈。哎呀，劳烦大家稍微站起来一下哦，感谢大家。谢谢哈，阿妈建国一代会使坐，无要紧啊。啊，少年家会使徛起来吼，老人家会使坐。我大概若讲到老人家会使坐吼，阿公阿妈就无成年老，无啊，我少年呢，徛起来。安尼，咱就讲脚疼爱较坐吼。啊，对啊，大家来运动一下嘛，好安尼吼。来，好，我们的这个敬酒的仪式呢，要感谢第一杯酒，我们要来敬祝我们的凤山寺啊，也就是我们的九皇大帝以及我们的凤山宫，我们的联合社以及我们的九皇大帝啊，香火鼎盛，善男信女满天下。好，来，凤山宫联合社第一杯酒，严姓哦，请大声，一二三。十足哦！对啊，你是每个都很有力气哦，很好，每位好壮哦。我们庆典活动已经告一个段落，你们还是很有力气哦，非常好啊，而且有白有波比啊，加白加好气啊。谈开我身体冷冷的。哎呀，第二杯，我们要来祝福我们凤山宫联合社所有的理事们，大家身体健康，然后要非常谢谢你们劳心劳力哦。每一年为了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大的庆典活动哦，哇，可以说呢，有些哦日夜没有睡觉哎啊。就在这个几个礼拜当中啊，一年当中的筹备，所以要来感谢他们。第二杯的发财酒，一二三，呀、四，感谢。三杯我们的平安发财酒，第三杯要来感谢我们在场所有的来宾朋友，所有的贵宾朋友，大家呢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广进，满贯四方财，满贯八方财啊！大家最重要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我可以讲一句吗？可以啊！恭喜发财啊！哎呀，红包拿来啊！是不是？哦，哇！看你那里哦，丢头标，丢尾标，多
丢多多丢多菜拢丢吼，要什么就有什么，买什么就种什么，想什么就得什么，好不好？来，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啊！啊，祝福大家大发财，发大财，好运天天都会来啊！第三下，一二三，呀！真大声，真大声，这边嘞。继续来，继续来！再来，再来，再来！呀呀！再来，再来！喊得越久，发财越久！喊得越久，身体健康，九九九！谢谢，谢谢我们全体理事，谢谢理事会。好，也请我们理事稍作留步哈。我们需要理事继续留在舞台上。来，继续，继续哈。来，最重要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来。来，我们的理事会，我们所有全体理事，包括贵宾朋友，也留在我们的舞台上。是，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要请到了，就是我们凤山宫理事会主席林桂廷先生，要来颁发最长期服务奖。哦。来，这刘恒顺的50周年庆就在今天哈，我们来这个庆典啦。所以现在我们要颁发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常年的这个服务。我们理事们要一起来吗？理事，我们一起站在后面好吗？我们一起来哈，共襄盛举。是我们的团结的这个现象哈。是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哈，一定要跟我们所有的理事哈，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呵，来来，大家搁站几排，来来来哦，真正感谢大家。我跟你讲。我们凤山宫联合社理事哈，最厉害一点就是脚力，脚力啊，因为他们要奔波啊。哦，真的真的，所以你看每一位都厉害。我跟你讲，最重要是刚刚 Yamsim 的那位理事，哇，中气这个可是十足，中气十足，非常棒。好，我们就请到我们的凤山宫理事会主席林桂廷先生要来颁发我们最长期服务奖。首先要颁发给我们的林阿巴先生。谢谢，非常感谢他们到今天为止哦，50年来的服务哈，是，所以呢，他们得到这个最长年服务奖、长期服务奖。第二位，我们就要颁发给我们林宝志先生，掌声鼓励，谢谢，谢谢您的这个贡献及服务，谢谢您。非常感谢你们长期的服务哈，希望了我们还有更多更多的50年哈。真的，团结一心最重要哈。颁发了我们的长期服务奖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请到我们的颁奖人，也就是呢我们的要来颁发的，就是我们的赞助的厂商，所有的朋友啊，真的支持我们联合社的朋友。所以要来颁发我们的这个奖项呢，就是我们的大会贵宾永诺市基层组织顾问蔡荣良先生来颁发，陪同呢就是我们的林宝志先生以及我们林阿巴先生。第一位我们要来感谢是我们的唐嘉玲先生 BBA， 要来感谢他，谢谢，谢谢，谢谢您的这个服务。那唐嘉玲先生呢，也是我们的凤山宫会务顾问，非常感谢他长年以来的赞助以及的支持。谢谢我们唐嘉玲先生 BBM。第二位我们要来感谢的就是我们的林桂廷先生 PBM。来，再来一个掌声，谢谢。
非常感谢你们长年以来对我们的凤山宫联合社的支持的鼓励，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的付出哈。第三位我们要来感谢的是何达峰先生。哇，掌声热烈一点，多拍手才会横财就手来，怕碰啊！好，我们要看一下前面拍照，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可以啦。何达峰先生是哪一位？何达峰先生，大家都以为我们何达峰先生是这一位，对不对？哦，是啊，不是啊，我好比说，他说对啊，你也拍了嘛，我也以为啊，我们两个互相点头呢。啊，还是我们何达峰先生的代表，他的儿子哈，儿子何达峰先生的儿子，请上台，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对，这行了，对了，嗯，对了。我们李氏也很厉害的，他演得很像何达峰先生，对不对？我现在他两位公子上台来带领啊，谢谢你们，谢谢您，谢谢。对了，这次点头行呢是对的。感谢。来，接下来我们要感谢的欢迎的是天来环保私人有限公司，请上台。天来环保私人有限公司的代表，非常非常感谢你们，也是呢长期以来对我们凤山宫联合社的支持以及鼓励。今天呢，我们就颁发一个讲座，以及呢我们的李兰以示我们的感谢。来，一样往前看，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来感谢的是陈发先生，你请上台。陈发先生，欢迎您上台，或者是您的代表。谢谢我们的陈老板，非常您，谢谢，感谢您。第六位我们要来感谢的是蔡华春 PBM， 也请您上台，谢谢。第六位我们要感谢是蔡华春 PBM， 请上台。有来到我们的现场吗？如果没有来到现场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派代表上台。今天有出席吗？没有出席是不是？有代表要上台吗？就是九旗啊，好，感谢您，感谢您，谢谢。我刚刚说蔡文泰跟我说没有没有没有，哦，原来是您。他在说嗨，非常感谢你们，哇，让我们每一年每一年都有很好吃的美味料理哈，给我们大家一起来共享。谢谢。第七位我们要来感谢的是 MCP 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掌声鼓励鼓励，欢迎。非常感谢我们 MCP 控股私人有限公司长年以来对我们的凤山宫联合社的支持。接下来，谢谢，感谢您。接下来我们要感谢你们第八位的陈德华先生，也请您上台，欢迎。
好，这个时间我们台下的朋友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一下好吗？谢谢您的支持，谢谢您的鼓励。第九位我们要来感谢的是胡汉仁先生，欢迎您上台。谢谢我们胡汉仁先生，哇，也是我们的这个赞助商，更是我们的理事，是，非常感谢您。第十位方德顺先生，你是我们的理事的代表，欢迎欢迎，谢谢您。接下来要感谢的是梁金国先生，哦，就是您哈，真的，这次真的，哦，这是您，是他了，梁金国哦，啊，他是梁金国，不是何达峰，我要记得哦。谢谢，好，那再一次也要感谢我们的颁奖人以及我们所有的理事，现场的朋友，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鼓励，谢谢他们。当然呢，在我们的非常棒的这个感谢的颁奖的仪式上呢，每个这个盾牌呢，对他们来说呢，都是非常棒的这个努力，见证了他们呢为我们的这个非常棒联合社的这个贡献哦。是，每一位呢，谢谢全体理事会，每一位都付出很多。再次要谢谢我们的大会贵宾，永乐书记的组织顾问蔡荣良先生，非常感谢您。也要谢谢我们的凤山宫会务顾问唐嘉玲先生 PPM， 更要感谢我们的凤山宫理事会主席林桂婷先生 PPM， 还有其他们各乡会的代表、各社团的代表以及我们所有的赞助人，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你们的鼓励，谢谢。对啊，谢谢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所有的贵宾朋友，您的这个到来呢，真的让我们今天的晚宴呢增添了非常多的这个色彩。是，我们的大会的仪式呢圆满完成了。哇，你多了瓜，少了瓜呢？哎呀，我跟你讲哦，节目怎么样都可以不好，就只有在这一段时间要最好。真的。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各乡会的代表啊、赞助人啊、什么什么，但是。是呢，今天晚上从头到尾到现在，什么样都好。什么都好。如果觉得好的话，可以给我们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好吗？哇、wow, ！非常感谢大家。人家说好的开始成功了一半，是。而且节目呢是越晚越精彩。哇，越夜越美丽啊 yeah, ！Of course。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我们舞台上的余兴节目啦。是吗？是。你看我穿什么颜色？哎呀，我有任务呢。红色。哎呀，你的任务莫非是不是拍新娘照啊？接下来是你订婚的仪式。我十二年前订过了，不用再订了，好不好？不是哈，订过了。哎、啊，老公哦，请昂昂抹海郎啊，对不对？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三位哈、哦、要很重要的任务、哦。是啊，是。然后这个任务呢，就要请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朋友、所有来宾朋友呢，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完成，一起来支持，对、啊，你们支持，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任务给完成它啊，才要大功告成这样子。哎呀，每年以来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台下、哦、是，今年有你们两位的陪伴哦，真的，相信我们的支持会更加的多。对，我跟你讲，今天的朋友呢，我从来没有看过还没有开席哦，台下就有给台上反应的，真的耶。今天的朋友拢是有量的朋友，有福气的朋友，哎呦，对不对？有量就有福啊、哦，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下台哈、哦，为大家。来这个跳肚皮舞吗？没有、啊，不是哈、啊。那你现在红包在哪里？好没有、啊哦，我们有准备了，有准备了。有吗？啊，我们有理事要陪我们一起，对不对？好、哦，我们的这个凤山工人们，这个从我们这个基金哈、哦，也就是希望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有钱出钱呐、啊，啊，有力出力哈、哦，我们的这个发财红包是吗？是吗？是。在哪里？在后面。哦、有我们就把我们的这舞台上呢，不要让它这个慢下来，对不对？好，我们来进行呢，邀请我们下一位艺人。是，那我们就要下台呢，为大家来服务呢。好 好，希望呢大家可以拿出我们的十块钱哈、哦，到底来集齐，或者是你要支持二十块也是可以哈、哦。那宝贝姐妹就浩浩呢，就要下台呢，为大家来服务一下了。如果比较方便的话，你就直接给我100块，我一踏给你就好。啊，你较紧啦。好啦，来啦，福气该来较紧嘛，对不对？家人家福气啊，咱就添一个油，添一个福气哈。
啊，我们的发财红包里面有这个金字，对不对？对，会是我们 4D 是不是？是啊，我们就呢大家一起试一下，试一下你们的手气，试一下你们的福气，试一下你们的运气哦，这样哦，财神爷到你家门口才可以进来哦。对，好，来，我们现在呢马上回到舞台上，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钟庆玲为您带来这首《醉脸心》，掌声欢迎，欢迎，清姐。Thank you， 谢谢。买，为什么？因为跟平常的发财红包不一样。为什么？里面呢有两次中得奖的机会，有一个3块钱的马票，哇，平常都只有2块1块，还有一个多多1块钱呢、啊哦。所以我们里面呢就有两次中奖的机会啊。所以呢，希望买啊，机会很，这样机会很高了。机会很高哦，哦，所以我们4块钱哈、哦、来买这个发财红包，6块钱那来添油啊，你啦。六块添油啊，4块来买发财红包，对，搞不好又中个头奖。对啊，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一下哦，谢谢。哎，谢谢。
谢大家的支持啊！刚刚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浩浩啦，跟好宝贝在下面的服务。希望大家呢不用让他太过辛苦，大家准备找考文安款哦。一下子他来的时候，马上交给他啦，就好。啊，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那非常高兴，非常荣幸啊，今天来到立心怡的职责为您呈现歌唱节目哈。希望呢今晚的余兴节目都能够让你们度过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夜晚。刚才为您带首最领先的是谢宇勋的首歌曲。那在这先恭祝你们大家吃啊吃东西啊吃东西往爹多哈，没有掌声不要紧，慢慢吃。来，在这里恭祝你们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都如意哈。也恭祝我们在晚上收看的朋友们哈，开开心心在看我们的歌台。来，第二首歌曲，我刚刚为您带一首比较抒情的一首歌曲，一首八十年代的一首歌曲，曲名叫做王以玲的一首歌，曲名叫做《天灾》。地灾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谢谢。感谢感谢，免讲嘴了，免讲嘴了，这拜讲一千就是，一千买一百个了。这拜讲一千个啊，那免这是拜了，免口免口听。啊，你的偶像免找来找去嘛，你看。来来来，你等等买你门票，你门票。你的心在你不稳定，慢慢了解一段情路的路无心，聪明的人总是会提早来离开，糊涂的人到最后只有暗伤悲。人何必心碎，不如当作无情也无爱，温酒烧尽的心情
爱得再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曲哈。来，大家就剩下这首歌的时间了哈，时间过真快。OK， 这首歌呢，想问您带来这首一位来宾几天前他点的了哈，他说我很久没有唱这首歌，那我就心想说，是的是的，我真的是很久没有唱这首歌，所以他很想听。他说他现在是站在那个上网守候着我的时间哈。哎，其实这首歌很蛮好听，但是歌名不好听，毒药啊。毒药 ，OK。那既然他想听的话，他就马上就为您带来一首，重温一下，为您带来一首《毒药》《毒药》，谢谢。感谢，感谢。制作呢直播的网站里面哈，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金嗓歌后
佩莎为您带来的歌曲《心中只有你》，掌声欢迎佩莎的演唱，谢谢。难得有机会哈，能够跟他们四位在台上为大家您献唱。那台下所有的嘉宾、所有的贵宾，晚上好！谢谢哈，很开心能够有机会到此地哈，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这个联合社五十周年庆啊。那希望佩莎带来了三首歌会带给你满意。那刚才为你安排的一首非常优美的一首《心中只有你》金曲在重唱啊。那希望台下所有的贵宾嘉宾对这首歌绝对不会陌生啊，绝对不会陌生。那佩莎本身呢是唱金曲比较多，那下来第二首歌也是一首金曲，那应该是比前面这首还要旧那么一点点。不过呢，经过我们的维勒斯老师重新打造这首歌的话，比较好听一点，好，比较好听。献给你一首《恨你不回头》。
谢谢，来，谢谢。可能唱得太过瘾了，所以有点啊跑调了，啊有点跑调了哈。哎，好，那为你安排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非常优美的这首经典歌，奇怪哈，经典的歌曲永远都是不会啊厌倦哈。为重新再编曲，再编曲，歌词虽然是一样，不过节奏真的是一直在改造、改造、再改造的话，也可以变成一个新歌。啊，也可以变成一个新歌哈，啊，那最近我也是在网络听到一首莫文蔚的，他两首歌串成一首歌非常好，有机会我会唱，啊，有机会唱啊，他唱得很好听，哎，莫文蔚啊，也是老歌新唱。好的，为你安排的这首歌，下来为你安排的第三首歌呢，那这首歌呢就比前面两首歌还要年轻，还要年轻很久。啊，因为他应该是1980年的，应该是90年，比较新，新很多，新很多，属于新歌，在我来说是新歌啦，
如果在于新的歌手来唱旧歌了，对我来说是新歌哈。来为你安排一首非常优美的一首珍妮的歌曲献给大家，这天气有点严了哈，希望每个回家有个美梦，有点雨水了。来，小雨来的这首。给我们三位啊，就是名主持人，我们的千面的司仪，我们的浩浩，以及我们我最疼爱的宝贝姐妹，下来他们为你安排一首非常优美的好听的闽南歌，有有几位掌声过来，三位，谢谢，谢谢现场的朋友，这个时间也继续，希望大家举起你们可爱的双手，掌声鼓励鼓励，听一下好吗？尖叫声在哪里？Say one, two, three, go!
掌声不够多，掌声要加尖叫声一下，感谢。干嘛这样喘？我哪里知道？怎么了？那两位台湾来的舞蹈老师，免喘气的。哎呀，伊也不是，伊跳干嘞，我乃变外老命。你看看，人就是这样，你看，人比人气死人，你看，一样的年纪，一样的年龄，一样的身材，我一点都不喘呐。啊？有看到吗？啊？你不会喘了，我今晚对普普喘。啊？你完全不会喘啊！我是声音不喘，但是我身体很喘。哇，很喘好不好？哎呀，我不容易。跟十年前已经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们凤山宫联合社的理事特别有交代。交代，我们三位今天来到现场主持，一定要热歌劲舞给大家啊！要呼吁我们全部的阿公阿嬷也好，大家活到老学到老，要像我们一样，要动起来啊！对，理事啊，动一手就可以了，我该黑哭了啊！啊，因为人家说动起来才会身体健康，当然，动起来身体健康才会大发财，当然。身体健康哦，你打刚喝康，所以现在的朋友全部可以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动一动嘛。啊，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刚刚热烈的掌声，就很厉害。然后呢，最重要是刚刚我们的这个发财红包，是也要感谢大家呢非常非常大力的支持啊，感谢。所以我们也给自己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好吗？哇，好棒！可是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忙要帮啦，要他们帮。什么事情？因为今天晚上哦，我们还有48封，可以忙一下吗？哎，我跟你讲，十全十美嘛，对，来。有一个圆满，还有18封啊，18封而已，这么简单，18封很好听哦，腰发腰发，嗯啊，爱华的朋友妹妹开嘴哈，啊先开嘴，这样大富贵，腰发腰发，你要了就会发，好不好啊？啊，18封很简单、啊，很简单的。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贵宾、所有的朋友，是，你有看到他们他们脸上都有写三个字吗？什么字？有累人啊！有影嘞，我头一摆卖红包卖到你好的嘞，真的。啊，100我10封，来，50，我50，拢没找累的落好的。如果这个十八封卖完，是，我们就要突破我们凤山宫的记录。真的，一天哦，在短短的20分钟就卖完喽。大家好不好？给宝贝姐妹一个真的第一次来主持的那个非常美的一个成绩，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帮我们一下吗？这个18封，我们如果再卖完的话，嗯，我们就今天总共卖了。大家请了500个红包，哇，真的，很快嘞，真的，哎呦，太棒了！如果今天18封都卖掉，明年李氏啊，我就自己写那个日期下来，明年我就来了。来，有买红包的朋友，甲恁多谢；无买红包的朋友，嘛甲恁感谢。哦，欢迎安尼吼，这安尼买个红红红，身体健康一世人，我恁大发财发大财，好运达工拢会来。好不好？来，最后这个18红包，我们用歌声来看大家要不要买。好，对对，来，五星一列，哇，三二五雷人，好吉啊人，哇，感谢头家，兴旺，哇，18你要买到了？哇，真的，谢谢老板。但是有一个重要问题，我要跟你报告一下哦。什么呀？你买18个，但是你加200块无走的哈。满贯，这20，我跟你讲，这20块，给你倒添油，让你合家平安大赚钱，让你出门每天都没事情。对，每天出门去抓你不好这样。老板，让你发啦！谢谢，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接下来唱第二首歌曲。可以再讲久一点。不，讲跳到那款袂使，个什么啉水先个休息，安尼无啊，我马上唱歌啦。啉水，你头一届来这道主持，你啉水啊？袂使哈。啊，来我们策划人，谢谢。原来是袂使啉水。好，来我跟你讲，啊，开嘴的大富贵，对，那无开嘴，淡薄会搞放屁，好不好？咱来，人侪侪民主关系，咱来画一个三声，好，金文财宝满大厅，好不好？来，安尼我跟你讲，恁两个姊妹啊，来这道。拿到一道位，星光大道的红地毯啊，这一边，这边宝贝姐妹就是你的，我的，这一边就是你的，啊你呢？哈，啊你呢？你们两个喊完全部就是我的，你心机很重。会的，因为哈团结才是力量嘛，好一个率领啊，你个天。不可以不可以，这边是我的，那边全部小宝的，你的在这边，对，皇上亲的，皇上亲的，这边是我的哈。你不要不要 hello 哦！没有，我对他们很有信心的。哎，什么叫做不要 hello？ 你跳舞？跳舞？被 hello 嘞！我改一做朋友，你吹你。你不要大欺小没？没有，我只知道
没什么。没小，没小气。我只知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对他们很有信心。来哦，我请我的安迪示范一次给大家听听看哦。预备。来哦，准备一下哦，爱真大声哦啊！让恁一日春，两日春，代代出着好子孙，一日好，两日好，逐天拢招财，拢进步。你早起拢做西工的是无？来来来哦。话好传播的人听一下哦，等一下你们要比他们大声哦，来，凤山公联合社，好你大家！哇你人有影哦，什么行情够歹，咱不卖怕吹人，我跟你讲。来，哇、哦，开始吹了吼，马达龙来的呢。我们一马当先，接下来大家二龙腾飞，三羊开泰，来。好，来，我们这边的朋友，好。有你们今天晚上来到这边已经是很有福气了，所以让我来借大家的福气的口，来大家一起来高喊这声话啦，可以吗？我们大家所有的朋友，这边不要啊，不要喊。来哦，阿妈，给吹气出来。来这边哦，先开吹大富贵哦。按照给吹气的要出来。我跟他话啦，喷出来。无咧嘛，可以的话，大家右手、左手都一起举起来喊话的时候一起举起来，就可以抓我们的财气，好不好？来，一起来，欢迎大家行啊，昂啊。哎呦，厉害哦！哎，这边诶，拜托一下，输人唔输阵，输阵就歹看面呢。啊，这刀画个真大声哦！哎，这刀是我诶，你烦恼较侪了。我烦恼啊！什么歹看面？我一个歹看就好，你人拢好看，你好无？我两边拢烦恼，人家说嘴巴一张开，金钱才会滚进来。啊，你对对对。嘴巴一开口，祝福大家横财就手。好，来，朋友们这一边的哈，咱该话大大声，唔免拍摄，话个马仔看落根本不要紧，好好行雷，安尼好不好？来，我们的这个凤山宫，我们的这个联合社，你大家行啊，昂啊！哇，好，来，三个人一起来，全部的人一起哦，凤山宫联合社，欢迎大家行啊，昂啊，行啊，昂啊，行啊，昂啊。全场的掌声，鼓励鼓励。接下来我们就要带来这首歌曲，叫做跟大家息息相关，唱给大家听的一首歌。好，咪歌，拢是为着泪啊！哎，讲来讲去讲泪吼。来，一首大家熟悉的歌，一起唱。只是想不开，不是对我无情义，只是心伤。对你的心，总嘛是永远无变化。对你的情，永远是空在心肝。虽然孤单，我嘛是永远手托。满堂，好贴切，龙喜为六，会唱我一起唱好吗？好不好？
金文在报才会满大厅，打破声打好侪侪，金文在报才会满布地啦吼。哇，今日有来的人吼，出来你其实都是真侪了，刚好你讲已经满了。哎呦，人讲好话好话，听好话才行好运啊，对不？对对对，正手是正财，倒手是偏财，打破的朋友拢会大发财啊，哦，对不对？有看到无？讲到大发财，那先打破就是较见镭的，你看。无啦，经常被人博爱镭，对不对？来，这边好介绍，我们有好东西要介绍给我们在座的嘉宾。朋友来，什么好东西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凤山宫。好，我的姐姐的手上呢就有这个呢四片装的这个 DVD 哈。那这个四片装 DVD 呢，就当然是我们这个凤山宫呢，在我们的这个要请我们的这个九王大帝呢，这个来到我们的这个凤山宫的时候，还有我们的游行，包括呢我们送我们的这个九王大帝的时候的这些这个录像呢，都已经那个灌录在我们的这个试片装的这个 DVD 里头。那今天如果呢大家想要来支持一下都可以哦。然后呢试片装只需20块，然后呢这个钱呢是用来呢给我们的这个凤山宫的这个活动基金的。好，希望呢大家呢可以支持一下哦，我们的凤山宫所有的庆典活动。是，如果我们现场的朋友或是你的亲戚朋友呢没有来到现场参与我们的庆典活动的话，买回去就可以收藏起来。这一个是哇历史性的哦，对，哇，所以每一年呢都有不同很精彩的这个热闹的这个游行，是包括我们请以及我们送我们的九王大帝，所以呢值得收藏，值得珍藏我们的 DVD 的凤山宫的庆典活动，在我们现场呢就可以售卖，可以买得到20元，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呢？在我们的柜台。好， yeah, 我们四片装只需20块，然后会成为我们的这个呢非常作为我们的这个凤山宫的这个活动基金。是的，没错。是，祝福大家，谢谢大家，感谢。谢谢，感谢。哎、欸，你家电那么厉害不？安怎？安怎你做色的衫，安怎偏偏手骨是用高筋筋掉那黄色的衫？我认真做功课。青高坡嘞。有影吼。哇，这个坡的呢。我来讲。今日穿黄色嘅衫，佫真侪人诶，真侪人，对啊，诶，轻轻哦，对唔对？诶，我佮得一项物件，啊，我衫是布甲呢，我已经热到敢若长水了，啊，你是袂热？我，你袂热？你看袂出我袂热咩？看袂出啦，袂热咩？哎呦，你衫佮真厚呢！你看我诶汗唔敢擦啦，有看到无？来到我们的凤山宫联合社，是，我的汗不是一条一条的，是一粒一粒的，有没有？一颗一颗的，一颗一颗，感觉像一颗一颗的汗珠，珍珠一样，有没有？我已经很久唱歌哈，没有认真到我的眼睫毛会掉的。所以代表你今天很认真哦。很认真的，你看掉了，不错，哇，吹棒了。不要这样，你头发要遮一下，不然吓到人。来，人讲有质的无能，无啥不行的。对，接下来我们再带来一首歌曲给大家欣赏，好不好？我今天毛要放到位呢，今天毛哈。哎、欸，但我要念都对了。哎、啊，你念好好知道要何唱的。哦，安尼你胡聊啦，来，就是我要唱情歌啦。今天晚上这三首歌是我们的三个人呢，认识11年之久啊，对，已经很久没有带来的歌曲。是啊，一同来欣赏这首，曲名叫做《阿龙阿辉》。我们认识20年嘞。好，有20年了。你神经啊！我们刚进公司不是啊？你神经啊！11年，对，11年。好，一同来欣赏，谢谢。阮大姐无吃药，无好势。原来阮大姐你50岁啊？啊，38，我3岁出道啊。
两个拢要嫁，还是两是大，两是小啊？哎呦，你看凊彩啦，看白灯，袂晓的就是大，晓的是小的咯。无啦，不是安尼讲啦。安尼一看就知影，人讲哦，查某囡仔若无晓，人客就坐袂掉啊，就是。你们这样算是错的，虽然是我应该是大的，哦，你是大的，因为我比较有经验。要是嫁给你，我嫁三次了。哎呦喂，嚣张不？好了，为大家服务时间到此告一段落，希望呢大家会喜欢我们三位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喜欢再次给我们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一下好吗？谢谢，谢谢。节目的进行呢，马上为大家邀请这位呢，恰恰王子。哎呀，今年度呢，在我们的2018年得到歌坛红星大奖最佳男歌手奖的得主。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爱心永不移》，掌声欢迎天乐。
你们的热烈的鼓励鼓励的掌声哦！哇，大家拢有开嘴，拢有大富贵，好你大家兴，好你大家旺，好你大家发啦！谢谢，谢谢王豪，谢谢，给到你红包多多包，这个、好运气拢去领到，好唔好？好你兴，好你旺，好你大家发啦！哎呦，谢谢。那么在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天月。那么呢，非常开心呢，又能够再一次回到这里的这个舞台上，为大家呢献上几首歌曲。也希望在座的每位朋友呢，今天晚上呢吃得愉快，听歌听得快乐啊！今天的节目好不好？好的话，掌声来一点！哇，谢谢谢谢哇！今天的哇，这个观众朋友每一位呢，都可以说呢，都拿出了100分的热忱。很久没有唱歌，唱到在场的朋友一起拍拍手，一起跟着一起唱。还有一位朋友在那边不小心，我唱的爱你爱你的时候，你滴滴滴暗球。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哈，谢谢你这个喜欢欣赏的天乐的这首《爱心永不移》啦哈。来，在场的朋友呢，听过了一首华语歌，在想必呢，在这里呢，应该有爱听广东歌的朋友，有没有？有的话，掌声听一下。哎呦，呢度广东数好多啊，你系广东数啊？啊，不是哈，不过呢，那些同样的啦，因为新加坡朋友呢，都可以说是这个方言呐、啊，语言的天才。无论什么方言呢，这个歌曲呢，大家都呢都非常的厉害，都会欣赏。所以呢，第二首歌想要安排一首广东歌，现在在座的每位朋友都会喜欢一首，也是非常轻松啦哈。来，这一首就叫做《漫步人生路》，希望大家会喜欢。当然呢，轻松的音乐你们可以站起来一起摇动一下也不错，好不好？来。
非常轻松的歌曲，也非常谢谢我们辛苦伴奏的哦，新加坡 number one 的大乐队哈，我们的威勒斯大乐队今天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共度一个快乐的晚间时刻。那听过，哎呦，谢谢我们的美女姐姐 ，Thank you very much， 哎呦 ，Thank you very much， 好贴心哦，谢谢你哈，啊，今天青色很漂亮，哎呦，真的嘛，这位姐姐每次呢来到看歌台呢，都非常的有 fashion 啊，对不对？啊，穿着非常的。高贵大方。那么呢，谢谢在座的每位朋友呢，给予天乐这个180%的注意力哈，每一位都往这台上看，而且呢还会跟着这个节奏哈，打打拍拍手这样哈，非常的感动哈，谢谢你们的配合。那么当然呢，听过了华语歌，第二首这个广东歌，来第三首调调被爱曲 Hokkien 歌调调，同样的呢，这个第三首歌呢。安排了一首比较轻松的这里 Hokkien 歌，因为看到在场的朋友呢，哦，都有喝酒哦，哦，所以在场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啦，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啊，好不好？为自己的安全呢着想哈。来，那么呢，接下来第三首歌跟酒脱离不了关系，就叫做《杯中影》，希望大家会喜欢。Thank you。喜欢杯中影，欢喜来饮烧酒，面带红，阮是饮酒心沉重，杯中付出你一人，敢是酒醉地眠梦。
爱的啊，这个轻轻松松的三首歌，邀请到今天晚上最漂亮、最漂亮的台上的。好厉害哦！哎，谢谢。轻轻松松三首歌，你唱十分钟，你还敢想下台吗？可以，没有问题啊，我还可以继续唱啊。你没有 no problem 啊？你哎，我觉得今天的天乐真的穿得很漂亮哎，我少看你这样穿得像白马王子一样，很难得看到穿到这样人模人样。对，而且我发现要在哎每一位歌手啊站在我们的凤山宫的台上，每一个都很认真的，衣服都穿得特别美。对啊，你最近受了什么刺激啊？没有啊，终于肯花钱去买衣服来穿了，是不是？不要这样说啦，都有。其实以前的他那些衣服可能是西装外套，但是你不要小看他的西装外套，都是一线他一针一线自己缝上去的装饰。他早就该得奖了，为什么呢？你早就得奖，他早就敢肯去花钱买衣服。原来是这样子，最佳男歌手就不一样，会花钱的。那我不是很笨，我都没有拿过最佳女歌手，我的衣服做到每次我滚男的累积撸来撸去。有啊，你有嘞，你有拿过奖啊？最佳组合奖，你还有最佳服装奖，对不对？对啊，我记得你有拿过啊。有奖，但是没有奖金，没有奖牌而已。我跟我们凤山宫联合社讨论一下，好好，明年我们自己颁给你一个，好不好？颁给我啊？什么最佳女歌手奖？自己在这边歌手。你敢拿，你就可以给人奖。对，那个手，好诶，阮大姐无好诶，拢拄好过诶。我跟你讲啊，你弟弟安尼看甲我讲，你下世人娶无某就娶着我，跟你讲。啊，有影哦。是嘛，惊你愈惊你拄着我。还是你笑笑巴人咧？我唔知。我来你是笑笑哈哈真久了。不是我笑笑伊，我是讲你卖弟弟连麦啊，某啊，你食了咱话愈讲啊，诶，啥物人讲啥物人丢。哎呦，我跟你讲，我这种查甫人，我跟你讲，奶超够好用。对啊。看一下，人看人乌咯，鬼看鬼跋倒。我跟你讲，啊，你看你代志，你家己讲哦，无算小，要验证才可以。验证啊，证要讲验，要讲验。我不知道你们男生，你们男生来，你们伏地挺身可以吗？啊，验证，神经病哦。男生跟男生去验证，就是去厕所比啊比而已啊。比什么？比什么啊？比比看谁比谁高。比什么？比谁比谁高？要去到厕所里。不要在那比了，在那比就好了。直接拿上来了，什么东西拿出来比？不要这边乱讲话啦！等一下我怕人家一拿出来，我敲到人家的头，不好意思。好了，再次谢谢我们天乐精彩的演唱，谢谢大家 ，Thank you， 谢谢，谢谢。真的，今天呢，每一位艺人在台上都非常的认真，包括歌曲跟自己的这个装扮。对。哎呀，所以呢，我们要再次呢，要来介绍了，要感谢我们立新娱乐制作啦，那这个劳心劳力，你看一连好几天的歌台的娱乐性节目，那每天呢，天天不一样。大家有来看的话呢，如果连网上大家有在看的话呢，哇，每天的节目都不同凡响。对啊，真的。每一位歌手的这个代表作也好啦，歌曲也好啦，都是非常动听的。而且我觉得每位歌手要来上这个立新娱乐制作的这个台的话，我跟你讲。前一晚应该拢困不好些，哇压力啊！我应该今晚真好困啊！要上我们凤山宫的舞台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好不好？是啊，来，所以我们要再次呢，希望大家呢借由大家的双手来感谢我们叫立新娱乐制作，再次热烈的给他掌声鼓励鼓励，谢谢我们陈志伟先生。最重要的呢，我们要策划人要好，主持人要好，但是呢。劳苦功高的，有他们的伴奏，我们才可以呈现完美的结果。是，所以我们再次也要感谢我们威乐斯大乐队。还有啊，也要谢谢我们的专业舞台灯光音响，我们谢谢我们的工作团队，我们谢谢我们所有的老师。当然呢，我们的线上朋友呢，您大家可以舒舒服服在家里观赏今天的立新娱乐制作的这个节目哈。是的。当然要谢谢我们非常棒的团队，也是我们这个摄影师朋友们啊。当然还有我们的嘉宾朋友也非常的重要，你们给我们台上的所有的掌声鼓励都非常非常的棒，谢谢大家。如果您今天喜爱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不用觉得可惜啦，因为呢，我们的直播呢可以一直重播、重播、重复、重复看的啊。所以你们在观赏之后呢，也希望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爱心，很多很多的赞哦。是的，谢谢大家。好的，马上来欢迎接下来的这一位潮州西施。哦，今天晚上呢，他也要带来了他个人的好听的歌曲，掌声来欢迎麦慧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暗情不杀》。欢迎潮州西施麦慧，谢谢。Hello， 大家好。大地盖，大地盖，阿恁大地盖，山里坎坷。
人阿叻好兄弟，明大如马好处事，唔甲人阿婆气错了桥，处理阿爷好娘。台边朋友，大家好！做一声吼，好大声吼，想要讲吼，咱个清点妹吼，想买一个歌手吼，恁两大家个捞落来哈，做一声哈，感恩感恩。那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这个凤山宫，联合说祝福在场所有的嘉宾朋友，所有的贵宾朋友哈，您大家想什么得什么，正所谓哈，有想去有保庇哈，咱拜什么就得什么哈，敢敢拜哈 ，OK， 祝恁大家哈，祝你拢平安哈，身体恁健康，感谢你大家的支持哈，也谢谢今天晚上的这个立新舞台秀哈，谢谢您的支持哈。作为压轴的歌手，通常压力都会比较大一点点哈。刚刚安排这首是因为有人点，有人跟我提起这首歌，我才惊觉我有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唱这首歌曲了哈。所以今天呢，跟你安排为我个人的出来的这个开场歌曲哈，安静不傻，感谢您大家的支持哈。OK， 继续呢，为你安排这首80年代的金曲，来为你安排这首《誓言》。您大家有没有四块钱？细喝，来唱的这首。
亮的舞曲们，谢谢哦，老庆光呢？因为这个版本我是第一次接触。怎么啦？怎么啦？因为这个是重新属于这个威勒斯版本，我好快听啊！你咯，发生什么代志？老庆光，我听个老庆光。因为你看了我们四大美女，台湾的顶尖专业舞群。哦，真的啊！我们是为了今天凤山宫我们特地请到我们台湾的舞群来到我们现场为大家办。我最近呢都是不在状况之内，但不 blur blur。怎么了？为什么？我还不知道嘞，有客从远方来。对呀、啊，我们的舞群是从特别坐飞机过来的。对呀、啊。OK， 拍谁拍谁啊？不专业，不专业。可是我刚刚看画面，你们都配得很棒。对啊，哦、很棒，真的。全都是美女，都有新加坡跟台湾代表都好。对啊，他跟他讲丢酒西西啊。是咱的白花啊，对不对？什么花啊？什么花？丢酒生山啊！白花啊！什么白花？卖花会丢酒的，不是叫做白花？白花！哦，白花啊！我讲白花嘞，你乱讲。啊，你两个也要讲丢打丢酒花无？丢酒花，哇，会晓打。乐乐乐大大大咪该！我大大大大大大八级。你看你是大高腰啦，大啊！我钓酒梅，我也要吃。为了你钓酒钓惊。我跟你讲，爱讲钓酒话，人讲钓酒，咱后背加一个咪就对了。是吗？你就是钓酒人咪。哇，还歹听的咩？平常时，咱来去啉豆呢。啊，不对。平常时伫咧做呢。啊，咱来食饭，食到上尾一出，这个做要食哦。啊，干，嘟嘟好，嘟嘟好。咱那是盈盈来去高碑店，甲高碑叔讲，我要啉茶呢。哦，原来你讲丢酒，我手怕你，我输你。对啊，所以你后边来加一句你的。不啦，你讲原来是安妮，我会叫，我会晓咯。是不是？安妮，我搁做多这个福建人较好，因为讲话就是你真歹听，我讲不落去。因为我一讲了，我手就爱变你。所以说，我们潮州话比较斯文啊。你这是贵你，叫做贵你，对吧？贵你，你先啊，贵你要比一刀啊。你头前就叫你套，你问。不呀哟，套真是泥套呀！对，泥套，泥套。哎呦，不呀，我不知，我马路在这里是阿摩尼呢。主持真久，唔知阿白花会讲哪三话。白花三话呢？不，我大概唔是错话，我大概是正确的调酒话。他调酒话哈。耶。啊，你那个呢？泥套嘛，泥套叫泥套嘛，对吗？泥套哈。哎。啊哟呵。正月叫泥套。哦，泥套呀。十二月叫泥波诶。哦，十二月叫泥波诶。头前叫做泥套，哎呦，头前叫泥套，后背叫凹号，嘛是会讲错话。我老讲咯，台顶无啥物讲咧。我讲的是正正确的，我正讲诶。哦好，啊你有用潮州话甲大家问好一下无？有啊，都甲有讲啊。好，安尼好，啊过来刷落来，你要唱啥物歌呢？应该无腻了啦，迄条歌。后壁加点腻就对啦。规条歌直直腻诶。哦，别叫。啊，来为你安排一首福建歌啦！福建歌呢？哎，对，哎，爱情的力量呢？爱情的力量呢？左撇啊！好，来，欢迎白花，白花姑娘，啊，你有跟你过啊？Oh
老师，谢谢我们的浩浩。